敢相信五月天的那个离开地球表面要怎么唱？田馥甄巡回演唱会唱回台北小巨蛋，秀五月天耍雷蛋。我个人现在深度的怀疑，五月天现在已经在练团，是把离开地球表面练成 Bossa Nova 版。因为日前苏打绿才因带动粉丝唱跳遭罚，附近里长也在整个里贴出公告，几乎每个大楼门口都看得到，要统计家中出现有感地震的住户到底有多少。这样慢慢震，慢慢震，而且时间蛮长的。我们现在都有赖群组，其实大家都有反应，震动不是很厉害，但是还是有。因为我朋友住在那个十楼的九楼，哦，摇得很厉害。公告一贴，里办公室就回收到超过30户居民陈情，大家还成立赖群组，预计12月17号五月天第一场演唱会当天，若再出现房屋震动，只要有人投诉，就要反映给北市府研议调整财罚标准。这个就看看怎样，看政府，我看我们市政府可以帮忙什么吧。啊。及本土嘻哈天团911明年将首攻小巨蛋，但他们表示将不改变曲风。算一算，从今年12月中旬到明年4月，陆续有五月天9场演唱会，911和张震岳，清一色都是曲风热闹的艺人。一边是歌迷，一边是李明，柯P夹在中间，怎么调整，只能尽量安抚，一个头两个大。记者郭先阳、李义璇 ，SG 小组台北报道。